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aron，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HBase。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HBase，它里面的 MapReduce 怎么去写啊，怎么去用。那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告诉大家写 MapReduce 它的一些方法和技巧。那相信大家呢，通过和课后的学习呢，也能够去写一些这个 MapReduce。但是呢，我们光去写这个统计啊，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当我们的程序出现问题，或者说性能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去做优化？那是这一节我们课的主要目标是基于 HBase 的优化。HBase 高级优化。那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点，HBase 热点问题。那我们要了解热点问题的原因和如何解决热点问题，啊，那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这个如果说你去出去面试的时候呢，必问的题目，什么是 HBase 热点问题？你怎么解决的？啊，这个是必问的题目。如果说你是应聘什么大数据工程师啊，去他如果说他们使用 HBase，那么这个问题是必问的。那我不希望通过一句话告诉你什么是 HBase 热点问题，那我还是希望通过告诉你原理是什么，啊，我们如何去做优化，啊，只有你懂得原理了过后，你才能得到优化。那同理啊，我们还是依然去画张图，哎。比如说啊，比如说公司给你配了这个五台 HBase 啊机群，啊，你小一个小机群五台啊，非常小，是吧？我们给它编个号啊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对吧？后面 Win Server 我们就不去画它了啊。那这是我们 client 端，这个时候假定我创建了一张表，叫做 T-log 啊，T-log。T-log 表，那么这个表呢，它会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它会随机选一台机器啊，放上去。T-log，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这表只有一个分区啊，默认一个分区。假定在一号机器上面啊。那我们希望什么呢？我们希望说，哎，HBase 不是能够横向扩展吗？那我希望，在我提交数据的时候啊，这五台机器啊能够随机分担掉一部分啊，这样的话，我这个程序啊并发性就比较高了，对吧？否则的话，我搞一台机器就可以了嘛，对吧？我为什么搞五台机器？就希望我程序我往这边提交数据的时候呢？每台机器都能够并发的分担一部分的压力，啊，分担一部分压力。那么，什么是热点问题呢？热点问题产生有两种方法啊，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方法，你创建一个表的时候呢，只有一个默认分区，那也就是说你不管。你怎么去写数据，都写到这里来了啊！无论如何写，不管你怎么写，数据都到这个 T log 啊，
一号服务器，那我其他的四台服务器全部是空闲状态，这是不是你希望看到的呢？对吧？这不是你需要看到的，是不是？都写到一号分区。那我们更希望看到，哎，你写一部分，一号写一点，二号写一点，三号写一点，四号写一点，五号写一点，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哎，我们可以创建什么预分区？比如说我 tlog，我默认是一个分区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根据这个 locate 范围不同，我做五个分区。啊，tlog 分区二，tlog 分区三，tlog 分区四。分区五啊，那我们创建五个分区。这时候你写数据的时候啊，哎，就不是这样了啊，就不是这样，擦掉它了。它会根据你 locate 不同，哎，范围不同，它会这样去写了，哎，这去写一批数据。那有可能呢，这边写一批数据，哎，有可能这边写一批数据。也有可能，这里写一部分数据。那这是我们期望看到的场景，对吧？看到场景，这样的话，我五台机器就可以负载均衡啊，每个机器分担一部分写的任务。那这是我们从第一种情况啊，这个默认分区情况下产生热点问题。第二种情况下，整个 Rookie 啊都落到一个分区里面去了，也就是我们 Rookie 设计的不合理啊，导致这个热点问题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在我们之前说 Rookie 设计的时候呢，已经讲过了啊，这里不讲，这里只讲这种问题。我刚开始就一个分区的时候呢。这个只往这一个机器去写，产生热点问题。那么我们这么说呢，大家就应该就能理解了，对吧？我如果说需要解决这个热点问题，我就可以，我必须要先做预分区，否则的话，你去公司申请十台、50台、100台机器，你只用了一个默认分区是没有办法解决热点问题的，除非你这个表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开始分裂成两个分区，两个分区开始分裂成三个分区、四个分区，这样慢慢分裂，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负载已经很高了。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啊，在创建表的时候就给它创建好分区，我们就可以去写数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呢是我们解决分区。热点啊，一种途径。那么，如何去在我创建表的时候来指定分区个数？那我们下一节课呢，来介绍这个知识点。那这节课呢，大家一定要了解点。你在你在规划集群的时候啊，你不管你规划5台、10台还是20台、100台、200台，如果你的一个表在创建时候没有设置分区，或者说，只设置一个分区，那么你其他机器刚开始是处于这个空闲状态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这节课呢，哎，先到这里啊。下一节课呢，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如何使用命令行来创建表的默认分区。好，那先到这里。